前宣布与具俊晔再婚，而大 S 自从离婚后就没有在公开场合现身过。最近大小 S 的闺蜜在 IG 上传一张三人聚餐照，照片中大 S 虽然以素颜现身，但脸蛋滑嫩白皙，看起来就像化了妆一样，气色相当红润，眼神也闪闪发光，状态好到让人惊艳不已。不过后来也有网友发现这张合照并不是最近拍的，因为照片中小 S 的发色还停留在2019年9月前的棕色，而大 S 的手机也和2019年7月时拍摄综艺节目中的一样，因此推测闺蜜只是为了祝贺大 S 新婚，所以才 po 出这张照片。而当时的大 S 也还没和汪小菲离婚，但她惊人的美貌还是引起热议，这也难怪具俊晔会说老婆跟20年前根本是零差别呢。